不好意思啊，哈哥，来晚了。海哥，坐。小弟就用不着坐了吧？不是小弟，兄弟。来来来来来，昨天算虚惊一场，大家多多小心。事到变化快，现在咱们搞得走私的有风有浪，不值当。你害怕？ 伤及无限呀！我跟这个男人越战，我让他过了面了。三分钟之内挣钱就越什么。你要是再重操旧业，一定会亲手抓你。这世界已经变了，不让我好过，他就谁他妈也别想好好过。不沾毒，咱们一条船。现在就可以抓了你！举起手来。如果不行，我下去。 我操！这他妈是规矩，规矩是人定的。你丫牛逼什么呀？要不是他罩着你，老子今天就干死你！他妈是你干的！哎呀！